呢个嘢你睇下，啱啱出院系咁啦，大佬啱出院都唔知你，啱阿妈你瘦咗喎，搞咗几日，喂呢个好痛，仲系好痛，冇理佢啦，嗱咁样都仲吓，咁样都仲未食，最紧有得食。哇，呢啲。現代菠蘿包不是很高卡路里，不是，是吧？散黑都不是。最厲害是什麼呢？這杯奶茶。你想都想不到，這杯奶茶最厲害，犀利過兩個菠蘿包，犀利過這兩樣東西，犀利過這個菠蘿包，兩個菠蘿包，一杯奶茶犀利過兩個菠蘿包。看到阿媽吃東西是開心的，真的最緊要早日安復身體健康。 OK OK 大家都身體、okay. 哇還是脆的，你不要說脆的。